梦见被蛇追。蛇的攻击方式是先放毒再吞噬，不放毒的蛇则是直接吞噬。所以当我们感觉到被某个人或者某件事要吞噬我们时，就容易做被蛇追的梦。梦见蛇正向自己靠近，提醒做梦者做人也要低调，防止遭到小人的陷害。梦见自己被蛇追逐也是对健康方面有警讯，暗示做梦者可能正处于最容易上风的状态之下，稍微觉得身体不舒服就应该及早看医生。人比较怕蛇，多数人梦到蛇都有不太愉快的经历，所以梦见被蛇追意味着自己的内心没有安全感。做生意难事梦见被蛇追，预示近期财运走高，朋友会给你提供投资资讯，投资方面有实质性进账，有机会参与合伙经营。未婚男士梦见被蛇追，说明最近爱情方面运势比较低迷，如果眼光过高并且重视物质和精神的高度契合，会很难收获到爱情。